一起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狮子牡丹满洲高温25到27度，太武来一春日最高温27度，三地门雾台马家高温24到27度，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在桃园12度，高温来到25度，嘉义阿里山12到24度。南投仁爱鱼池水里信义最低温在仁爱只有10度，有2到3成的降雨机会。台中和平16到25度，苗栗南庄狮潭泰安19到26度，新竹关西兼15风14到27度，新北乌来桃园复兴18到26度。宜兰的大同南澳17到27度，花莲新城、花莲市吉安23到29度，都有20%的降雨机会。秀林万荣17到27度，秀峰封冰20到27度，凤林光复瑞穗21到26度，卓溪玉里富里10到27度。台东长滨成功东河最高温来到27度，池上关山海端延平17到26度，鹿野台东市卑南20到28度，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最高温都是27度，兰屿24到28度，有30%的降雨机会。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高温28度。